加水，12分钟，好。嘿，今天带大家来吃一个在杭州开了好多年的煎饺店，好多人，就这一家。啊，天哪，这人。好多的饺子，老板，这是你们最后一锅了吗？差不多，你们够吃了，我就有最后。哦，好哦。它一锅大概多久能出来？12分钟。一锅能摆多少饺子呢？260到280。260到280。哦，全自动化，浇油。加水，好，等12分钟。你好，那个煎饺20个，小馄饨一碗，拌面一碗，32是吧？哦，好。他们是先买单，然后坐这里等，等他们叫。我的拌面是吧？对，我先要的面，等等。还有馄饨啊，好。上有个位置，拌面，这个就是杭州很传统的拌面，葱油拌面。20个都是你的20个。哦，这两个是我的啊，好。这馄饨是我的。搞点醋，一点辣酱，我先吃面了，等下面坨了。外面就是很传统的味道。吃下这个煎饺，蘸点醋。它的肉非常新鲜，南方的肉，它皮很薄，底下真的很脆。一口一个，根本他们饺子能30个、40个点，它一个煎饺吃下去是没有感觉的，它皮很薄。拌面很快就吃完了，最后一口。馄饨皮特别薄，但馄饨它会相对普通一点，有点淡。加点醋，加点辣椒，加的醋和辣椒会好很多。饺子我应该能吃完一碟，另外一碟可能需要打包。但是饺子真的不错啊，外面真的好脆，皮很薄。他们的时空杯长草，沥青味好重。我把这个醋倒到煎饺上。好吗？外面太吵了。它底下喝汤汁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刚，不是快要清明节了吗？今天带大家来吃清明果，这家挺有名的。我们过来尝尝啊！我就知道排队的人好多，超级多，这个排队的人。我刚才还特地打电话问老板说，排队人多不多？他说还好，那就要排吧。我这要排多久？现在是4:30，因为他们家又重新装修扩大，很干净，像窝窝头一样。排了10分钟左右，少一半，还挺快的。这些都是还没有蒸的，一个个还挺大的。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星期天人特别多，还是平时人就这么多。马上就轮到我了，激动的心颤抖的手。
那可以点了吧？可以。四个鲜肉雪菜，然后四个鲜肉雪菜，四个芝麻，四个，然后四个细沙，四个豆沙。对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一点白、二点白是什么意思？是我的计划啊，区别啊啊啊！然后那个粽子没有吗？粽子没有啊，那就这十二个。支付宝收款五十三元。现在可以马上吃了是吧？对。啊，好好，那你给我热一点。热的冷的都可以吃。好，我喜欢吃软一些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下一个。刚好排了半个小时，五点钟。他们很奇怪，卖粽子的地方没有卖粽子。他们真的是在一个生活气息很浓的小区里，趁热吃。我们回到车上了，还是老样子，我们在车里吃。这还是热的，很软，很糯，还很烫。这是豆沙的，它下面还有个粽叶呢。哎，真的是豆沙哎。糯叽叽的。好吃啊。它的豆沙是可以吃到颗粒感的。不是很甜，我特别喜欢。口感非常好，真的很好吃。这是啥？看到没有？这二点白，应该就是白糖芝麻的。我知道了，它这个下面放粽叶应该是防止它们粘住。跟其他一些笼子啊、蒸笼啊，或者跟其他团子粘住，大家看一下，真的好粘呢、啊。你看没有？这肯定，这芝麻的线已经都流出来了，飙出来了，哇，一撕它就流出来了。嗯，真的好香啊！这芝麻特别香，因为它是加了白糖的，所以它特别甜。我都能刷白糖的颗粒感。我觉得芝麻馅任何东西都是好吃的。事实证明不能用纸巾擦手。这是一点白，肯定就是笋干咸菜。吃完两个甜的要用咸的压一压。哇，馅真的好多，都要掉出来。哇。这是经典的味道，好吃。咸菜好香啊，笋干也非常香。这家店好像平时是卖粽子的，但是清明前后他们就开始卖青团，但是青团它也是限量供应的，就是在清明前后才会有，可能清明过后几天，可能他们青团就会断供吧，就会没有了。因为他们家东西是好吃嘛，所以说到时候再试他们家的粽子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顿饭见，拜拜。